今天是清华全校的硕士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我现在赶到宗操先去参加毕业典礼，有点紧张，时间赶紧出发。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络绎不绝的毕业生，在清华除了在现场可以看到毕业典礼，我们在各个的场所也有设直播的现场，所以各位没有办法到场的家长也可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这个隆重的仪式。要授予学位仪式了，开心吗？开心，当然开心，准备了小零食。大家早上好。看各位家长都坐在观礼台上，坐在这边参加仪式。现在我们这个礼包里面都有什么？这是一个贴心的雨衣，这是一个毕业纪念，这是一瓶水，防止中暑，非常贴心。这个明信片非常的精美，上面都是我们校歌的歌。然后这个应该在我们平时的像 C 楼这种超市是买不到的，我觉得应该是对毕业特制的。开心吗？现在要准备进行第二次毕业了。为什么？开心，因为前几天不是学院的嘛，今天学校的。啊，今天有谁来看你啊？妈妈还有两个高中同学。啊，找得到他们吗？我就靠那个工作50年的字儿来判断他们的地方。哦，很远。每个学院会派一个教授，然后我们在等新闻学院的。对，我们要叫非常大声。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动了。现在邱校长要讲话了。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亲友们，此时此刻，我想你们心中会充满对过往的回忆和感动。大家都在合影了，祝你们毕业快乐哦！要合影吗？现在转场到宗体要参加那个学位授予仪式，太乱了，对。人很多。Hello， 要进场了。新学院的，新闻学院的，赶紧进来。在。要播穗了，紧张吗？紧张。开心。激动激动。期待期待。的一天，从清华毕业也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荣耀时刻，我也将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前行了，也祝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快乐。 Everybody say hi to the camera.